终于到了！天哪，好累哦！耶，我们来到了北港。你今天要办那个在花车上面撒糖果的？对啊，我有点紧张哎，因为是我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太好期待了！那我们就去看吧 ，Let's go！每年北港朝天空于农历3月19日举办天上圣母祈安绕境，许多信徒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妈祖的虔诚信仰，而因信仰所衍生的异格文化更吸引许多民众参与，展现了文化的多彩。活动你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我没有准备糖果，但糖果被嫌太少。我的糖果被嫌太少。那你要做战计划，偷别人的糖。别想出来。下来了。
希望借由这支影片，让更多人认识北港这个全台唯一的异格文化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拜拜。